这天气啊渐渐变凉了，马上就要过冬天了，咱们一定要记得多添加衣物。出发，在这礁石底下发现了一只蟹老板，正在和我躲猫猫呢。小家伙，嘿嘿，乱撞呢，挺活泼。这个收了，又来了一只猫眼螺，静静地趴在沙滩上。哇，已经去世好久了，像这种猫眼螺啊不能要。在这里又发现一只花盖蟹，哇，搁浅在这儿，哇，冻得也没知觉了吧？这个天气啊太凉了，收了，带你回锅里暖和暖和。这又来了一只小海鲜。走在沙滩上，总会发现一些大货。这不来宝贝了，这个留着送给咱那个大姐们。咱们一定要帮我留下一个小红心，关注我，看不看海直播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